先进哈，也是我们这基层工会的领袖啊，以及我们桂如小姐总干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结果一个会务人员秘书就跟我讲，主任，我们一直要求一个工会的会员哦，要买水果去看你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哦，阿弟国来波及哦，我们给七百万哦，76000块钱的退休金、退伍金，就是老年给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求我们的同仁，每一个人只要送东西要到我们办事处。无你到时吼，两边落空，你的子孙会有好打一个大问号吗？你最起码有留我好伊啊，伊嘛甲你去拜三年啊，因为娘家讲的，是我讲的。
那我再介绍一项产品，是金门名产。大哥，金门名产知道是什么吗？贡藤啊，哦，一跟他爱起来，过来你说，开心你一条根，大哥最内行，一讲讲到重点，一条根对我们这个人体的酸痛最好，消除疲劳哈。今天去啥拜水龙的雕雕雕盖啊哈，那我们是这个在身上最广一条根的是，然后呢？去大叔的车坐伫咱后壁面，红绿灯即摆在四红灯遐有啊，伫遐啊，到加油站，较落一线，一间加油站，伫加油站到红灯即层路，地动去工业园，然后较低，啊，咱本来伫只即层路上车吼，迄面会过来开。典型的题目，也就是大家都会问的，我们有一个干部，他今年72岁，72年参加劳保，到现在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将来就做这些啊。如果你们将来有一些的疑难杂症呢，我万一离开新竹市啊，到台北的话，你们随时都打电话给我，没有关系啊。以后将来你们办劳教到哪边办？大台北地区，来，我就可以。